特首林郑月娥宣布，因应疫情调整学校本学年上课安排，将原本七八月放暑假，提早在三四月放，等各界可以集中精神抗疫，期间可以等政府利用校舍作全民检测、隔离用途或者变做疫苗接种点。春天放暑假的安排惹来网民热议，不少人想起用祖儿名曲《全新暑假》的歌词。但今年的特别安排恐怕会令学生过一个难忘的湿冻暑假。有网民质疑为什么不能够继续网课，都有网民忧虑提早放暑假会令更多学生出街，现在都想网课，提早有什么用？